别高。对，然后刚来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激动，我心跳直接加快，看到他就哇，我疯了，我疯了，然后特别震撼，真的特别震撼，现场很棒，学习的氛围也很好，包括跟学生之间的交流，或者是整个课堂的气氛都被大家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，就是学会他们的感觉。反正就是非常值得一来。然后呢，就是可能动作有些还是会忘记，但是说我感觉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每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风格，以及自己的带着自己的内心的情感去跳舞，就是不一定要跳成和老师一样的风格。7월달에 하는데 군과 같이 갑니다. 같이 갑니다. 네, 같이. 난징 짜이징!